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未知药物之谜》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狂想曲催化剂，一滴激活创意狂潮；二、时间缝隙糖果，嚼一口穿梭历史；三、心灵透视镜，洞悉他人，无所不知。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狂想曲催化剂，一滴激活创意狂潮。各位同好。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狂想曲催化剂，一滴激活创意狂潮。这个话题听起来就像是某种魔法药水，只要轻轻一滴，就能让人的脑洞大开，创意源源不断。但在现实世界中，这样的催化剂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神秘而又迷人的领域。首先，我们的承认，创意并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够轻易捕捉的野生动物，它更像是一只羞怯的独角兽。 需要特定的环境和条件才会现身，这些条件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想曲催化剂。一个经典的例子是苹果公司的创办人史蒂夫·乔布斯，他曾经说过，创意就是将事物连接起来。当你问创意的人如何做到的时候，他们似乎能够看到过去的经历和不同领域的知识如何交织在一起。这就好比是一场大脑的化学反应，而狂想曲催化剂就是那个让反应加速的神秘成分。 这个催化剂可以是一次偶然的阅读、一段旅行的经历，甚至是一场深夜的哲学讨论。它们看似无关紧要，但却能在你的脑海中激起创意的火花。比如，你在阅读一本关于罗马历史的书籍时，突然想到了一个关于时间旅行的故事点子；或者在观赏一幅画作时，灵感一闪，想出了一个创新的产品设计。当然，狂想曲催化剂也可能是一种心理状态。例如，许多人发现，在压力之下， 他们的创意表现的更为出色，这就像是一场大脑的逃脱游戏，压力越大，逃脱的动力越强，创意的火花也就越容易迸发。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创意往往伴随着失败，就像是一个科学实验，不是每一次加入狂想曲催化剂都能得到预期的结果。有时候你可能会得到一堆混乱和不可理解的结果，但这正是创意过程的一部分。每一次失败都是在为下一次的成功积累经验，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想要在创意的海洋中航行，不妨寻找你自己的狂想曲催化剂。它可能是一本书、一段音乐、一次对话，或者只是一个安静的下午。记住，创意不是一条直线，它是一场曲折的冒险，而狂想曲催化剂就是你手中的罗盘，指引你前往未知的领域。祝你旅途愉快，不要忘了享受途中的每一次奇遇和启示。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时间缝隙糖果，嚼一口穿梭历史。 各位亲爱的时间旅行爱好者，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时间缝隙糖果。这是一重假想中的糖果，据说嚼上一口就能让你穿梭到历史的任何角落。当然，这是一个纯属虚构的产品，但它给了我们一个奇妙的机会，去想象如果时间旅行真的那么简单，我们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首先，让我们来设想一下这个糖果的包装。我猜它可能会有一些怀旧的元素，比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或者是中世纪的文章。 甚至是一些迷幻的六十年代风格的图案，毕竟这糖果要能吸引那些对不同时代充满好奇心的顾客。现在想象一下，你拿起一颗时间缝隙糖果，它可能会有一个选择拨盘，让你选择你想去的年代。你转动拨盘，选择了，比如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你嚼了一口，突然间你的周围充满了达文西的画作和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你可以亲眼见到那些创造历史的大师们如何工作，甚至还能偷偷给他们一些建议。 当然，这可能会对历史造成一些小小的波动，但谁在乎呢？这只是一个假设嘛。但是，时间缝隙糖果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想象一下，如果每个人都能随意穿梭时空，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巨大的历史交通堵塞问题。想去看凯撒大帝的你，可能会发现自己被困在一群穿着现代服装的观光客中间，而他们都在用手机试图拍下凯撒的自拍。 或者你可能会在中世纪的市场上遇到一个穿着太空服的未来人，他在寻找充电站给他的飞行背包充电。当然，这些都是玩笑话。在现实中，时间旅行是一个复杂的科学和哲学问题，涉及到物理学中的一些最深奥的理论，比如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透过想象力去探索历史，学习过去的教训，并对未来充满希望。所以，下次当你吃糖果的时候，不妨想象一下。 如果他能带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你会选择哪个时代？这个问题可能没有答案，但它绝对能引发一场有趣的历史讨论。记住，即使我们不能真的穿越时空，我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却能让我们在心灵上遨游于无限的时空之中。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心灵透视镜，洞悉他人，无所不知。各位亲爱的学生朋友们，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心灵透视镜。 洞悉他人无所不知，这个概念听起来就像是从某部科幻小说或是超级英雄电影中走出来的，不是吗？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副心灵透视镜，你可以透过它看到任何人的内心世界，那会是什么情景？首先，让我们来点幽默。想象一下，如果你在约会时戴上心灵透视镜，你可能会发现对方心里其实在想：哇，这个人真的很无聊，我什么时候可以偷偷看一下手机？或者是在职场会议中。 当你的同事点头称是时，他的内心戏可能是这个提案真的行得通吗？我只是不想再开会了。这样的能力可能会让你成为派对上最不受欢迎的人，因为没有人想要在你面前有所保留。但让我们从幽默回到严肃的学术探讨。心灵透视镜这个概念，如果真的存在，将会对我们的社会伦理和人际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我们必须面对隐私权的问题。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如果我们能够随意洞悉他人的思想，那么隐私将不复存在，这会引发一系列的道德争议，比如我们是否有权利了解他人的私密想法，在什么情况下这样做是合理的？再来，如果我们能够完全理解他人，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更加同情和理解？或者这会导致我们对他人的评判和批评？毕竟，了解一个人的所有弱点和秘密，可能会让我们对他们失去尊重。最后。 我们来谈谈这个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虽然我们没有心灵透视镜，但我们确实有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他们通过观察、实验和分析，可以揭示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心理机制。这种科学的心灵透视能力，或许没有超能力那么戏剧化，但它同样强大，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彼此，促进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所以，下次当你想要一副心灵透视镜时，不妨先是注用耐心。 同情和开放的心态去聆听和理解他人，毕竟真正的洞悉来自于沟通和共鸣，而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且谁知道呢？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科技的进步会让这重心灵透视镜不再只是幻想。不过到那时，我们可能需要一门新的课程来教大家如何使用这项技术，同时保持我们的道德和人性。亲爱的观众们，我们今天探讨了三个令人着迷的概念。 狂想曲、催化剂、时间缝隙、糖果和心灵透视镜。尽管这些概念只是虚构的或假设性的，但它们都让我们有机会去想象和探讨人类创意、历史和人际关系的奥秘。无论是狂想曲、催化剂，还是时间缝隙、糖果，它们都是我们获取创意和知识的源泉。它们可以是一本书、一次旅行、一场哲学讨论，甚至只是一个安静的下午。 这些催化剂激发我们的创意，让我们的思维更加开放和丰富。而心灵透视镜则让我们想象了一个世界，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他人的内心世界。这个概念引发了对隐私权、道德和人际关系的深思。尽管我们没有真正的心灵透视镜，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耐心、同情和开放的心态去理解他人，这是我们建立互相尊重和融洽关系的关键。最后，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你们相信狂想曲催化剂、时间缝隙糖果或心灵透视镜吗？你们认为他们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吗？我期待着你们的回答和讨论，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有趣而又神秘的领域。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